小朋友，真的很兴奋又很期待，再一次又能够与你们一起来欢庆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主，让 Eunice 老师现在就带领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Let's pray。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又能够来到主日学来欢庆你的主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小孩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这里歌颂赞美你，用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心、我们的歌声来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你将会很喜悦我们的敬拜赞美，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你爱世上的一切小孩，你是那么那么的重视我们，我们很感恩主耶稣，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孩子。求主你现在就祝福我们，大大的祝福我们，在我们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主耶稣，你的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我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大家一起讲阿们。 Let me see all the kids throw your hands up, waving in the air, seems like you just don't care. 当你认为自己总是没人爱，长得太胖太矮，靠人总是空白， but that's alright. 因为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 come on, come on.世上所有的小孩，有钱没钱的他都爱，高矮胖瘦他宝贝。Jesus love the kids all around the world, love the kids all around the globe. No matter you are tall or short, no matter you are rich or poor, sing with me, Jesus loves me.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所以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爱你而活，让我们以这首歌来回应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世上没有任何
是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人和你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在世上没有人和你比过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人和你困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神迹小朋友，我是丽凤老师，又到了圣经故事时间。上个星期我们学习到了有关耶稣复活胜过了死亡，耶稣还吩咐我们要传福音，让更多人认识耶稣。小朋友，耶稣爱我也爱你，让我们一起来先听一首歌，耶稣喜爱一切小孩。耶稣喜爱小孩，小孩你我他，耶稣喜爱小孩，小孩你。
诉我们，耶稣喜爱所有的小孩，不管你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你的肤色是什么，耶稣都喜爱你们，你们都是耶稣的新宝贝。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怎样祝福小孩。耶稣说完了道，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内，有一大群人跟着他。那时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走开走开，不要干扰耶稣给我们讲道。耶稣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小孩祝福祷告，然后离开那地方。小朋友，你看看，有那么多人跟着耶稣，耶稣那时应该很忙也很累，可是耶稣还是为小孩按手祷告，祝福小孩。小朋友，不管你是怎样的小孩，耶稣都爱你，他喜欢和你做朋友，因为耶稣爱你。小朋友，可以告诉老师，你可以如何来爱耶稣吗？你每个星期如何观看主日学视频？对了，要专心听讲，敬拜时要跟着老师唱歌和跳舞。小朋友，你上正主日学会做些什么准备呢？对了，你们真棒，会准备好手工材料，准时上线，好好敬拜，专心听课。如果以后恢复实体主日学，你又会怎样准备自己呢？啊，有很多的答案哦，可以早早起床，穿美美，吃好早餐，开开心心来上主日学。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学做一个好孩子，来回应耶稣对我们的爱，好不好？ Hello，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可心老师。那现在又是我们做手工的时间。刚刚听了立方老师的故事，我们要记得，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他爱我们，不管我们长得怎么样，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耶稣都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宝贝。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耶稣爱我们的手工。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有颜色笔、剪刀，还有打印出来的图画纸一张。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图画纸涂上我们喜欢的颜色，就把耶稣还有这个小朋友还有这个爱心都涂上颜色，那小朋友就是你哦，所以你可以把它涂上你喜欢的颜色，好像老师喜欢彩虹色，就把它涂上缤纷的颜色。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耶稣这个小朋友还有三个爱心都剪出来，要小心哦，如果你要使用剪刀的话，那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剪出来。接下来我们就把中间的这个虚线剪开，然后把这个小朋友放到耶稣的怀里，就好像耶稣抱着你一样。最后我们就把爱心粘在耶稣的身上，当耶稣抱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耶稣是很爱很爱我们的。那我们的手工就完成咯。那小朋友，你们做完手工之后记得拍照送给老师，让老师也看看你们的手工哦。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酱老师。今天呢，小酱老师来陪你们玩一款很好玩又很简单的科学小游戏。乒乓球，盒子，修掉旁边不需要的部分，卷起来，它的洞口的宽度呢要跟乒乓球一样，粘起来，气球打结，剪一半，套下去，夹胶纸把它封得更紧密，然后发射，排玩具，希望各位小朋友可以喜欢这个简单小游戏。